学校可被他下禁声令，再有就断绝母女关系。徐小可带着大儿子白开水一起尬架，老公阿 Ben 比上回露面看上去感觉又小红很多。他从96瘦到现在，从94瘦到现在77，其实很难得，很不容易，所以他一直想 keep 住，不要让农历年毁了他的体重。他顺便生个猪宝宝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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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已经被我爸禁止了。宝妈就说，因为我一直会开宝妈玩笑嘛，宝妈就非常不想要我生小孩。我生老三的时候，全部人都到月子中心来祝贺我，只有宝妈的脸超臭。我说妈妈，你心情不好吗？她说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好好的为什么要再生第三个？那天吃饭的时候，我就说妈妈，那我要再生一个好不好？她就说媒体朋友，如果当小可再怀孕了，那不代表她怀孕哦，那代表她跟我断绝母女关系。她自己讲的。我觉得以妈妈的心态啦，如果我女儿生到第三个，我应该会跟她讲说先等等。因为你知道，妈妈如果对于女儿就觉得，孩子多了一个，对大人来讲是一个负担，是一个牵挂。跟你说啦，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就会可能开幼稚园，然后去教别人的小孩，去把这个爱呢送给别人的小孩。老公应该有，老公有想要再跟我？不要，怎么要帮他去打？